传承芳华美，迈向新里程。2014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由今日较早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正式拉开序幕，在司仪萧家俊和秦毅介绍之下，十位候选佳丽逐一亮丽登场，同在场嘉宾见面。他们就是一号陈永恩，二号李涵，三号李晓甜，四号黄永恩，五号黄晴晴，六号丁薇依，七号黄玉，八号孔令诗，九号赵居瑶，十号方思阳。而每年的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都会尽回归社会的责任，今年大会的慈善伙伴就是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他们的代表在会上亦多谢新时代电视咁支持发展和弘扬中国文化。今年是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的20周年，当晚节目势必加料庆祝不再讲，在奖项方面亦增设到9项咁多，一于长长久久。除了角逐冠亚季军之外，十位佳丽更有机会成为2015年奥利的代言人。而首席赞助 PNG 高级传讯经理刘吴玉佩女士亦即场送给每位佳丽产品礼包作为打气。记者会的尾声当然就是大合照了，多伦多华裔小姐的活动将会陆续登场，大家除了可以去到大会的网址跟进，当然就是看新时代电视了。